知道要往哪儿走，还不想回家的我，再多人陪着会更寂寞。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。我的快乐要被认可，委屈却没有人诉说，也不信任走奔堕落，哪都防卫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伤得多？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？胸口依然温热，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只因我也有听过。我的我宁可都沉默，解释反而显得蹉跎，也把心也纵然剥落，哪都防卫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伤得更多？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Thank you.